好心有好报。改天，你要谢我了。公元1457年，英宗发动国门之变，重返帝位。改年，好天顺。天顺6年，英宗为太子朱见深充实后宫，在民间广征民女。 红大娘教你，不学不学，这也不学，那也不学的。日后等你嫁到婆家去，什么也不会，那你爹的脸往哪搁呀？我不嫁人，陪着爹娘就好。傻丫头，冬梅、秋菊，你们去拿点点心来。是。紫云啊，你再陪她练两遍，一会儿点心来了就休息。是，夫人。
小姐，我们再练一会儿吧。走，别叫我小姐，你是我救回来的好妹妹，叫我春华姐姐就好了。那怎么行啊？子妍啊，你就顺着她吧，她想要个弟弟妹妹都快想疯了。春华姐姐，这才对，子妍妹妹。子妍啊，每样乐器你弹的都不错，可见你娘虽然穷，但对你还是悉心栽培的。是啊，我娘把最好的东西都留给了我，可惜我没有机会报答她。只要你过得好，她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的，这就是报答她呀。嗯，春华说的对呀，好好的活着就行了。好了，再去练两遍吧。老爷回来了。爹，爹，有没有带些新奇好玩的玩意儿给我？没有。老爷，怎么了？皇上要召民女入宫，我家春华榜上有名啊。我不去当宫女，爹，我不去。哎，孩子，爹要是能做得了主，又何苦发愁呢？老爷，花点钱疏通一下不行吗？皇上的旨意谁敢不从，哪个敢不遵呢？我也已经暗示过吴大人，可是他说必须叫人呢。那赶快找户好人家，把春华的婚事给定下来。衙门已经贴出告示，凡是榜上有名的女子，除了早有婚期的，一律不许下聘，违者必斩呐！那可怎么办？把女儿送进宫，此生此世都不能相见，你就忍心吗？爹，我不去，我不要离开你们。爹又何尝舍得离开你呀？老爷、夫人，请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。我无父无母，没有什么好牵挂的，住在什么地方都一样。你们对我那么好，这也是我唯一能报答你们的方式。老爷，就请让我代替春华姐姐进宫吧。孩子啊，从此以后你就是少春华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少春华。